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行啊，这你没给我吃你我就扶条脚逼的啊，弱队啊，有钱都没有，中了呀，这吧省俺这个百分之晃一晃最多十分啊，还差九十了啊。我经常去跟辅导村里什么时候叫我什么时候到找木刚子，那个演唱形式大部分是一座唱歌，基本上每个人手中都有乐器，轮到谁的时候啊，哎，自动站起来走上前台开始表演，尤其直线上主要是扬琴、搓琴和坠琴，再去三弦，其次就是二胡还有笛子，打爵呢啊，棒子、碟子啊，碰令那个能刚刚刚刚哎，一首小车咔咔。刘子，我没给你打电话我就窜来了，想找你有点事。啥事吧？啊，痛痛快快拉。我有个大胆的设想，我想把枣木刚子论坛办个不差。你哎呀，你给我一个大惊喜的，大惊喜，惊惊喜！哎，当然是个好事，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当枣木刚论坛很土啊。水平太差了，怎么能把上屏幕啊？他是怪想太多，那个音准这方面很难掌握，这是一个方面。哎，那个你说，这是老百姓这个节奏感，这乐感哈节奏感的他不强。
快乐的嘛呢，这也是一个问题。你说整齐划一，广播电视整齐划一，这个也很难做到。舞台表演，舞台调度这一块他就不懂。这个孙儿，你或说咱今年有的小八岁了，你来帮帮忙，我是行，没问题。你给我当这十来万苦人，你看的人山人海，但这个影响面很大。咱弄一会儿玩一会儿了，再玩好他。你知道我这个脾气了，我在这个业务上，我可以说是一次不够，一长一点我也不允许。但是你放心啊，我不会当人，你都知道，是吧？但是我要求很严。你只要说找老师来正规训练的话，那他就按这个正规动作来。第一步中间咱才解决是个唱。第一滴浪潮起到落了座，听着我唱上一回八弦轻手歌。咱今晚这就一步先把这个音准就考好它，扫就扫，来就来，倒就倒。这个不能错了，你唱着早，他唱着来，这废话是不行。你这个音拐了一个字，他拐两个字，那也不行。就在这个一点，你看不把这嘴的门唱好就要闭到，你错了还是错了，节奏还很长劲，这个节奏不稳，那就你不行啊。我唱点这是呢，这不是很明白吗？就是关键是一锤定音，这快慢听他这个，他掌握的速度大。那个滴答当当当的滴，那个当当当当当当，那个滴滴滴的滴答当的当，那个滴答当当。哎呦呦呦！我叫李敬信，今年77岁。哎，是我写从小喜欢文学，也没教呢。就是最近呢，就爱好，逐渐应该也算那个自学成才了。我认为这个吹吹打打打唱唱拉拉这个运动啊，很好。对这个人那个开发智力啊，防止老年痴呆呀，你看他这个脑子活动着，而且是就浑身就很得劲。这俩这节目我看着还是不行啊。为啥不行啊？是这个苏静门场景指示，整个乐队和这个场景也不协调。你看你上文学报那个，把那儿媳妇给我买那个。那二胡教程那本书来，都拿过来。走，去爷爷那铺去。是这个吗？是这本吗？不是自己找的，就这一摞。你放心，我再找吧。这东西，过门啊，过门以后拉一边就长了。哎，对对。打了这一辈子长了，就你们看我打那就太长了。啊，对，再长了长，你瞅瞅，这种的。要高端的，要漂亮的，你是漂亮美美哈，要不他那个美美，他那个美美嘛，前一走或者一蹲那身，他那个男女长得也行，是吧？那个很好，长不着，管我，嗯，很好，很好看。哎，那好嘞，嗯。第一，进了，往上整队，明白吧？第三，正反都唱。啊，第四、第五，广场正反。啊，第六，俩正带反一根儿。你叫他反过来，他就反过来。我跟你，老毛哎，你少爷的，我得先得讲那个道理哈。我说你就不说话了啊。我原先我不理解这个事儿，正句话反对话，这是疑问和反问的问题。啊，比如咱俩吧，大妈哎，正月开什么花？你说什么花？你和山，领出花儿开。这我问你啊，我问你，正月里什么花儿开？你胡说。啊，这个给用出花来看，我说咱俩你不管男女的，我问你，你和我说去吧。我是个男的，我问你，你和我说啊。那反过反对话说，还是我问你啊，你得问我了，这就反对话。你这什么道理上？他这个问都是男女的，都是男女的。你不，那就不符道理，不在这规律，不符合规律的。
那意思我问了你以后，我说了，你一定这是逻辑问题。我如果问你了，你知道了，我把知道了，实际还是个内容，应春花二环。正月里开的是什么样的花的花？正月里开的是迎春花。我问你啊，我忘了、啊。七步隆冬又开始火起来唱，明白吧？哎，七步隆冬开始火起来。七步隆冬，那我爱唱唱嘞。没字儿哎，哥哥嘞。哎，他我让他们活着，他唱个七步隆冬，那可是活动还好嘞。行。不你先出来，不是娘嘞！哎，不，我这个，你要不要不要不要！咱要很顺，咱没肩膀抬，娘我听着反正不好。哎，妈妈，你来看看去。怎么的？有这种？哎呀，不用，扫金钱，这扫金钱就是扫金钱，没有这话，一直扫下来。是啥真知道眷恋，等着一个冷等一个冷等，这一主也是高呢，后跟着我爹，我还是撒金钱，等着一个冷等一个冷等，一撒金钱多富贵，二撒文武双状元，等着一个冷等一个冷等，撒撒桃园三结义，四撒四季保平安呐，四撒四季保。东个里个隆咚，里个里个咚，五福五福来捧寿，六撒那六撒六郎跟三官。你说又不到位的，不是我又很我那个性格又急，他们，我叫妈妈的老妈的很多。你说急了，人他们不愿意，说怎么了？那小娃出不来。我不想吃那个梨了，哎呀，你没法说。就只是个个，高学历，懂活，技术，原则，你不领谁领？哎，来一个，来我。那你还少了，秤砣了，那不大呀。压千斤了嘛还那胡椒不大哪个人心啊不应该那阳光劲啊瞎学阳琴为什么要学阳琴呢他这个族正好缺阳琴所以说我就供阳琴先把我阳琴供下来估计情况他要用我要不然你学了胡的话他那里胡很多用也行是不用也行在51年左右省里搞了一个地方文艺汇演就是旅居啊棒子啊武银戏啊加上他们这些上济南去汇演你再出去火得叫你穿你一样不行啊咱得穿你整齐了点穷啊没办法不是一个人一件都能穿上啊你这怎么办呢他们想着统一穿那个大衣所谓的大衣是家庭妇女手工缝制的那个叫大袄它不是现在这个大衣那个手工缝制出来你想想出出马灯那个针脚又不齐又不匀也很难看啊你但是为了统一都穿这个吧这个衣件定下来上哪去找这些衣裳找这些大衣啊接啊没办法奔驰接不过就上外头去接哎，好歹你这十来个人凑够了，这一块上济南去，高高兴兴去了。到那一看，傻眼了，人家都西装革履的，全场的观众和这个评委们，压根就没看上这帮老头。结果这个坐下以后，第一个开言的是北口，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众位雅言。”听我慢慢道来就说了这么几个字当场就有一个评委话音开了跟他批手这厉害了
哎，他就也很可能是平民，压根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背锅，那真是惊人呐。结果这个节目演完了以后，锦江就是这个端木杠子。五分不好不行啊！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跑了，也没什么。两班儿来呗。不是啊，两班是一班。啊不，你听我的行了啊。哒这个滴哒哒哒哒哒滴这个哒哒哒，啊哒这个滴滴滴来一步，哒哒，你看都会是日本艺术啊。老曹唱曹国舅这口啊。你往楼上，你往台上。拉上和弦，拉上和弦，拉上拉弦和，你又在上拉弦和，人家你这个商量行，啊，紧着的。啊，对啊。你行，那个，你知道？拉上你行，啊，那行啊，你这个瞎说，这上谁？听着谁唱？听着哪知道啊？人家还让我唱的，他这意思，好点唱就行了。我喊了，你还在唱嘞？这个分明白自己啥，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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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说俺听这个俺听那个都叫我们都学下去了和学古诗呢我李叔春个的还有小夫李金祥丁哈中丽李娇正丁那铁罐里啊这李永春丁啊他有那个眼他有那个不是火火锅都有肚子是他那就因为我见找出那个拐棒来了我在别弄上我上广场上啊小小娃回来我不是那个嗯叫真上真上头一长吗头长小小娃分吗那是队长我在里面是表演唱做唱呢还有点距离不行就那个灯儿那个摄影敲不出来你教教你唱一句啊唱一句切不能动唱动唱啊嘚儿火啥七不隆咚，唱咚唱啊，嘚儿呼撒，嘚儿嘚儿呼撒，嘚儿嘚儿呼撒，嘚儿呼撒，嘚儿不出来。七不隆咚，唱咚唱啊，嘚儿嘚儿呼撒，八不隆咚，唱咚唱啊，嘚儿呼撒，嘚儿撒，嘚儿撒，嘚儿呼撒，嘚儿呀，嘚儿撒，嘚儿撒，嘚儿嘚儿嘚儿呼撒。嘚嘚嘚儿呼撒，嘚嘚嘚儿呼撒。这一个还有。我就负责拉错琴，从内心里我很好玩，但是我得有条件。我有条件的情况下我才能玩，没有条件的情况下我还得先去挣钱。从小我有点自卑感，玩的很愉快的那种场合我从来都不去。其实我从小知道枣木杠的离我很遥远一点都不跟我搭配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心情玩打鸡事起我们玩的时间都很少一过了初五我爸爸就开始让我们干活早晨我爸爸两点就走了我爸爸前脚走我妈后脚就开始喊我们都一个个揉着眼睛扛着小锄就上坡里干活其实你们不知道其实我从小就很苦不是说那种苦就是从小家里就很穷过年开学了看着同学都背着行李开始上学了我就很想去但是我不敢说因为家里没有钱供我上学了那一天老也忘不了那时候我就唱那首《渴望》，《渴望》的主题歌。给学校当了两天，
然后我就背着行李默默就走了，就再也没回学校。那是我的愿望，就想当个老师。2022年大王镇第30届萧夏广场文化活动开幕式暨大王实业专场晚会在这里隆重举行。天上的雄鹰高飞，地上的骏马驰过，亲人的酥油茶香飘过高原的部落，马历史的传说有着你给的承诺，让我在轮回中愿为了你漂泊。好了，一声好祝福，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大家日子红红火火。来，收到祝福的朋友掌声来点好吗？谢谢。红红的红灯笼真的好中国，红红的红盖头真的好中国。咱们这儿还有一项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有没有听说过枣木杠子乱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块儿来欣赏一下枣木杠子乱弹八仙祝寿，我们掌声欢迎一下好不好？回家压出来，老师真受累了，你伟大受累了。哎呀，那这受累了，谢谢老师啊。我先敬老师一杯。嗯，别。我结婚是5点起来呀、啊，他爸爸6点起来，是，我就把那个二胡整到那个音律很低的地方上，就开始拉，拉到5点半，嗯，差不多了，就开始再去做饭。做完饭吃完饭，他爸爸6点半走，他前脚走，后脚我刷完碗又去拉，早晚拉到到点，我7点上班，我7:50走啊。拉到7:50，麻利蹬上鞋就跑啊！那我人家第二天都说：“哎，连云，你学刚快了啊！你昨天绝对不这么，今个今个我就会拉了。”我心想话了，我晚上拉到9点，对，他
他为我的脸还堵呢。对对对对对。你想着他们有一个说，说那个大姑，啊，拿着那个姑夹子，哎呀哎呀，拿着那个姑夹子上厕所。蹲着厕所呢，他正下着没事啊。嗯嗯。哎，这个时候他利用起来，两个手他也不装。你看他琢磨那个靠。每次都，伢都小小宴会，人都没唱的呢。哎呀，鼓楼大鼓传来，人家他俩又鼓楼大鼓传来。这是玩家。伢说的，我讲那个大单位和小单位有啥呢？不就听完了，他唱了一个话，这我当然出去乱七八糟的呢。要跟他撒火了，我跟你现在咱那个生活水平跟达到了也脱贫了，对吧？都为我生活，对，你看这个，对对对，哎，你看人家多个东西。这上是我瞧你咋的？对了，谁打不说来？哎，一打不进那个门儿，对，这又难好。哎，你就甭打他家，咱就走了。再比咱这小呢，都是咱队伍来弄啊，也有老呢，也有长呢，这有老师在教着。你看人到时候成老师了，就是咱的嘛，那就甭唱。什么心情好了也没病面了，咱也那也年轻了，脸上光，脸上皱纹呢，咱也没有了，你看是吧？就是活上一百岁，啊，再努力干一百，对对对对。挖这个东西，加这个文艺这个边儿，他就是英雄，他开阔，大舞台，豪华舞台，对，有必要。你想想咱这个怎么光都乱弹，一些那个乐器啊，本来就是我们老百姓，平时用的是家伙，碟子就是盛菜那个碟子，捧铃实际上就是帽子、骡子那个脖子戴上的铃铛啊，还有呢，那个棒子。棒子实际上是卖豆腐用那个棒子，哎，就这种事儿。自娱自乐，琴棋书画，逗个老兴，哎，这不是很好那个东西吗？明天咱上学校，咱今天说话说话唱的，咱教小孩们，行不行啊？行有结婚。同学们好，老师好啊，这个倒木杠子乱弹这个事儿啊，是在我们大王镇王新村一直流传到现在。报名，来。他俩结合，知道了吗？好的，马车。坐这边。大家好，我叫王佳慧，来自三年级五班。倒木杠子是弹的唱的一曲歌，中国的那个好几种传统乐器合作出来的音乐，历史文化的遗产，有对话的也有反的，很多乐器组成的一种音乐。